我们这样整他会不会太过分了、啊？他会不会很难过、啊？哎，不会。对啊，越难过记忆才会越深刻嘛。我是想要美娇干嘛？立新，我下周要转学嘞。好是哦。好了，不然这边刚好，帮我放下去。哦，好。对了，你今天值日生哦，记得扫地。啊，记得。哦，兄弟们，我要转学下礼拜。哦，对啊，这样都不用考期末考了。对啊。各位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呢，我们最好同学寻斌，他即将要转学了。来，那谢谢大家这几年照顾，那啥，对，西南196，快看，这是我新买的，非常可爱。在哪里买的、啊？我也想要。你讲完了，来，好了，还有，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后，接下来呢就是治疗时间了，大家摇起来！会不会晚啦？你很烦呢。这样不好吧？哦，拜托啦，我都要转学了。你干嘛？没干嘛，就你想那样啊。你等一下最好解释一下你到底在干。对了，我忘了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跟你一起走了。你最好不要闹哦。兄弟，怎么可以让你就这样子走了呢？虽然你很白目，但你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！而且啊，你到另外一个学校一定要常跟我们联络。还有，你不要再让云南过了。你也知道了，我以为你们大家都不在意。同学头条，再见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韩腾伟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当然，我的个人也不要忘记哦。